喂，你是谁？谁允许你来我的羽毛球场打羽毛球？你是谁？我是吴景威。你不要疯啦！怎么带档？要打，来打，来打！我的地盘，我的规矩。好，今天我们用这个来打羽毛球。我会进行几个环节，每一个环节我们会打七粒，就现在就开始啊。Yes. Oh, yes, 1-0。简单了啦，完全，哎呦，早知道该用左手打更好。哎，还什么？我的地盘，我的地盘。Go！哇！啊！我的天啊！我拿一分其实已经是一个 achievement 了的。OK， 至少我先warm up 了。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。我们现在要用这个锅来打。我昨天刚买的锅，你看 sticker 还有在的。不要怕，等下你输啊，可以退回去。哦，有用过锅来打羽毛球吗？没有。希望我可以靠着这个平底锅来打分。感觉他带什么东西来，我都可以。有请我们的第三个特别的拍，出来用这个打羽毛球，能吗？可以，赢了直接拿去煮菜。好 ，Yes！摸索那个感觉。
刚才前三场很明显是在周潇来 warm up 了嘛，对啊，现在我觉得 OK 啊，完全没问题，我们来打一个一场21粒，没有放水的 OK。只要我拿一粒，我就觉得我赢了 ，OK？ 我没有看过有人热身热，整件衣服湿掉了。二十一，只要21-1，我就赢 ，OK？ 给他零，给他零。获胜了，谢谢谢谢。现在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颁奖仪式。校长、董事长、
家教协会主席，各位老师们以及同学们，下午好。今天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吴景威同学荣获了我们的高大波麦羽球 PK 大赛总冠军。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拿督丹尼斯先生为我们颁奖。现在是在我的爸爸妈妈的家，然后我要带吴景威去给我的妈妈一个 surprise 的 visit， 因为吴景威其实是我妈妈的学生，是吗？对，他是我班主任。班主任，以前我的妈妈是小学老师，然后我妈妈已经退休了，可是当时做了你三年的老师啊。差不多三年。我带了一个香油。哎，老师。哇，你没想到你认得到我。这是吴景威。OK， 我很开心看到你。我是怕你认不到我。什么？你一进来我就认到你啊？个脸还在吗？嗯。可是我脸已经变很多，你没有变到？有，还有比较大字吗？谁？他有比较大字去吗？有 ，of course 啦，有九年。九年了。你讲我肥是吧？没有，还没有。一上来他是我班上的优秀生嘛，每次他就。还有优秀生。是啊，他华语很好，英语很好，对啊，不止羽毛球好，哇 ！Yes， 他是天才，品学兼优，文武双才。酷 ！I mean， 他就很用功啦。老师说，早退休哦，结果二十岁退休，跟一起退休的老师。很好啊，一起过，我们一起过着退休生活。人生就是有起有落，然后就人生的你必须去面对那种不同的阶段。我们不能预测前面是怎样的，预测不到，我预测不到，我会输21-0。这个遇到的，这个我们早预测到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现在购买我的桌游可以获得小明红包，烧皮罗操的搜寻黑子。